今天的这个守约有点不简单，上去就贴脸空了一枪，随后贴脸又空一枪，大招与敦煌擦肩而过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伤害 0.5。 好的，我们今天擂台的规则是双方都不能使用普通攻击，擂台上面两个敦煌带着他的篮球，这两个敦煌一看就是练习时长两年半了。啊！好家伙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。好的，随后登场的就是刚才那个超级下饭的守约，怕大家吃的太撑，所以这段就跳过了。马可波波上去也是轻松带走敦煌。怎么不能使用普通攻击，居然还有人选择射手英雄，好，真有种。听说在评论区里面发表警告，明天就能连胜。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的细节，职业联赛没有他们两个我都不带看的。最后这一波只能说放得好不如接得好，不愧是全场最有种的男人，倒下的动作都这么丝滑。随后虞姬生怕大家没有吃饱饭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大家可以看看广告消消食。好的，我们回归擂台，红方朱角亮也是上来了，看好了，给你们教学一波。现在全队就剩下我一个了，我就是全村人的希望。很喜欢木兰的一句话，壮士十年归，火可对镜贴花黄，亦可铁甲披寒光。虽然轻松拿下小乔，但是又上来一个貂蝉，笑死了，怎么可能打得过。